北港观光大桥顶这片栏杆拢已经落落去桥脚，附近居民惊危险，是家己先救防守线。这位上早发现民众指出，在北港观光大桥栏杆，其实是因为这届南台湾大地震落去，边啊有部分损害。这地震比贵，你贵也你无看。哎，这个安全措施先来做好。我们春假结束之后，我也要求我们县政府来针对我们北港这几座大桥哈，也希望他们来过做一次的检修。对，因为经过这次的地震哈，啊，像这个也是地震震坏的，然后好在哈，好在这个桥下面那边是高栏地，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这个栏杆掉下去砸到人，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新春来到北港也经历长香大过，廖天江逐天是因为大批游客来拜拜长香，热闹滚滚。另外，廖建国也特别摆出香灯来廖天江拜拜，并且为这届大地震的灾民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事不灾，百事有求。那我想啊，今年有不一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希望可以为台南的这些朋友为他们祈福，希望天上圣母可以大发慈悲。让现在还在受灾区的这些朋友可以尽快的找到。因为今年北港进行大过，北港电工所收归为河川地停车场，高岗年假都将一部分停车场停满。那么因为道路比较宽敞啊，车辆要进来比较方便啊，所以说那来这边参拜的这个人数呢与目前像昨天的那个人数估计差不多有13万人数。感谢我们河川局在过年之前完成一条临时的联络道路，约有8米宽可以跟我们的第一停车场还有我们大同路高滩地能够一个连串串联尽量减少这个车流在这边第一停车场来做一个堵塞所以说今年大致上来讲北港镇的交通还算蛮顺畅，比去年还好。开放河川地设立新的停车场，并且串联原本的为观光大桥卡第一停车场，和真侪游客今年来北港长乡加进方便。听说停在国小那边，而且那个地方很乱，对啊，不一定有位置。现在已经那个场地很宽敞，改进地面了，地面就是说最好是稍微整理一下，要不然那个如果是要下雨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这个开放我们到那个农历的妈祖诞辰过后这条联络道路一定会持续然后也呼吁我们的乡亲到北港来拜妈祖。除了拜妈祖之外呢，我们也要注重我们周遭环境的清洁尽量不要将我们的垃圾随地乱丢。今年想要来北港拜拜，民众免惊车停不落，也免惊行真远，只要顺着北港溪堤防照公所指示牌，就等到新的免费停车场。而且在河川地也拍通到北港观光大桥卡接近中山路路尾。另外，公司也呼吁民众卖将车停伫北港溪堤防道路两边，会缩小路宽，造成双方排过路。加一份公德心，让大家行车拢平安方便。记者李克森差不多。